我们是手工嘛，一般手工一般什么嘛，然后机器啦，然后我们也是做几十年的啦，也是比较跟我们熟练的嘛，然后他们是机器做了也不一样嘛。嗯，有些人是欣赏我们手工包啦，半手工包，然后能够维持这样久也是我先生传下来给我们的啦，这样咯。嗯，我们有大包咯，叉烧包、豆沙、莲蓉、花生，还有其他的点心咯，梅干咯。好像点心是很多是自己做的啦，鱼圆除了鱼圆是买的咯，就这样啦。坚持啊，因为为了生活嘛，为了这间店嘛，为了我们出去做还是一样是做工嘛，不如我们自己直接维持下来，有一份那种，还是我先生给我那种毅力。